是谁？她青春，你的前途在我手里。她美丽，非要她活着离开监牢，要消除后患。她就是女杀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要干净，要利落。你不会忘记2年前的事吧？这件事你一定干得了。要是我不肯，你要是不肯。 杀我灭口的是谁？车子是不是你弄坏的？我不要支票，我要现钞。你想干什么？一定是那个杀手干的，要斩草除根。要我命的，原来是你！大丈夫该做该当，你还装什么蒜？今天有人要杀我，现在我也可以同样利用你所收买的女人来对付你。女杀手。